接下来呢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，三位可曾亲眼见证过奇迹在面前发生过啊？有啊，每次都是你啊。哦，有来过是吧？啊，今天不一样。今天不一样，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魔术师拿出什么大型的道具啊、扑克牌、硬币啊。今天我用的东西呢，可能从来没有看过魔术师使用过。啊，别针、大头针。别针。好，各位女性的来宾可能比较常看到这个东西。熟悉。好，别针，来看一下。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跟刘谦老师接触啊，有点年纪了。你这样会打乱到我的这个。意思说他没有了，他是说他自己。好，别针没错。好，除了别针之外呢，今天用的东西非常简单，卡片。啊？这个是我们还没有印过的名片，空白的。好，卡片。白的。卡片。好，首先方法其实很简单。首先呢，我这边使用到一支就是笔，画一个点。这个点呢是要做什么呢？我要这边打一个洞。嗯。哦。别针别过去。好像这样子。所以别针只是为了打洞。啊。看得出来一个洞吧？看得出来。有。就一个。徐爱玲，帮我合起来。好。经过你亲手合起来之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别针不是这么轻易就可以拿下来的。嗯，对，这个是可以同意的事情嘛。对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两张做什么用呢？希望你在上面签名，同样的。啊，我来做什么？啊，你在旁边看就好了，暂时还用不到。我等下你有别的事情要做，作用不大。我 OK。你是奥咖，大家现在都不敢叫你做什么。脾气太坏了，改一下。好，签的尽量明显一点。这个够明显了吧？很明显。非常明显。好，这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魔术师呢，把东西移动，比如说从 A 处移到 B 处，这个在魔术的现象里面呢，我们叫 transposition， 转移现象。你看魔术师把硬币啊、扑克牌啊，甚至人类从这边移到这边去，但对魔术师来讲，最大的挑战，各位知道是移动什么东西吗？动。把这个洞从这边移到这边去，哦，就是移到另外一张纸上。哦，仔细看。首先，我们看到别针的线是别在上面，你亲手把它合起来的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现在这个洞呢，在一分钟之内。它是可以移动的。嗯。仔细看，这是曲爱玲的签名。嗯。哎呦！好可怕！好厉害哟！这是什么情形啊？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洞了。胸部。我是在做梦吗？洞不见了。洞不见了。王建民服气的，我看他的表情。好厉害哟！不见了。服气的。哇，大家都好惊讶。而且那张纸本来后面是脏脏的耶。你可以看得到，上面是真的吗？好奇怪哦。原本的那张洞哎，那张有点的洞哎。看得到啊。看得到。有画黑点的那张。接下来呢？为什么要两个人的签名呢？因为用到第二张卡片。仔细看。哦。哇！哪里啊？他没有动啊！好恐怖呢！还有十秒钟，还有十秒钟。这个上面呢，还是可以暂时的移动，可以看到，它可以移到这边来。嗯，时间到。哎，各位看到这个完全呢，已经是在上面穿过去了。这个它掉了，好奇怪哦。OK， 王建民变成孩子了，王建民变成两个女生有兴趣，三岁小孩子，好厉害哟，我们的人生开始产生一些瓶颈哎，真的，这个东西是对的吗？好，我们来确认一下，这个洞可以打在耳朵上，好想变哦，死掉了，撕开来，
完全还是一张完整的卡片跟笔。哎呀，掌声鼓掌，谢谢。太怕了，就一个回纹针哎，这个真的没有任何的痛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像小孩哦，完全你说服我了啦，说服我了，好厉害。好棒，而且我们这么近看一点破绽都没有，对，好厉害，如果光是这样觉得